来，咱来接一下观众朋友来听恁的意见。来，高雄林小姐，林小姐你好。来，朱麒麟。哎、欸，你好。朱麒麟，各位来宾大家好。是。我伫想吼，咱当初伫选马英九遮吼，即摆就拢受到报应啊啦吼。嗯。啊，这个洪山君吼，迄阵拢毋是伫话讲反贪污吗？嗯。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林益世贪污啊！啊，即马个人无看到迄洪山君咧半只蚊啊，走出来讲要讲伫反贪污啊！啊，伫花遐个人拢走很多去，嗯哼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毋是拢来伫咧变鬼诶？啊，如今咱即个马英九伊个民调呢，剩15%，啊，咱台湾人是毋是大应该团结起来？尤其是即个绿营，吼、哦，咱更加爱去提出咱个魄力来，动员咱所有台湾人个力量，咱来倒马叫马英九落台。因为治国无能嘛，好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多谢，谢谢哈。人这个啥，施明德有人甲伊讲，啊，你无较紧出来倒马一下吼，洪山君在此，伊讲吼，倒马救遐人爱先反省，啊，先看会出来袂？冇理啦，不过吼，遐人佫怎算拢淡淡无声音咧？不过吼、哦，我想啦，伊做总统嘛，还佫一年才有法度迄落，所以我倒啦吼，大家较忍耐一下，较拍拼吼，佫继续拼来。台南夏先生来。夏先生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来宾好，各位观众好，我干那一句话，这个白色恐惧伫马英九的口中讲出来，我感觉足好笑，因为这个白色恐惧就是干那像伊的副手安尼讲的，迄、那个白色海豚会转弯，白色海豚会转弯，就是像咧讲，即个司法单位因咧办这案件，办到尾啊，因咧家主动的转弯。等我到底，等我讲袂去卡到因个人，这个观念我想讲，大家爱深根蒂固，爱了解。这个司法单位的这个作风若无改变的话，因的体制若无改的话，台湾永远受害，永远就是这人民这个咱本土的意识，伫这咧被控制，被因奴隶，去因奴隶安尼就对。啊，另外就是讲。这只马是安那要甲阿扁啊牵到身躯边，伊甲阿伯啊牵到身躯边，加起来就是要骗咱台湾的老百姓嘛，真简单的道理嘛。好，多谢，谢谢，来，嘉义叶小姐，叶小姐，喂，你好，嘿，主持人你好哈，是，我伫只是用要讲吼，林义士的代志吼，大家吼卖安尼干那讲讲的呢，一定爱办啦，一定爱发动抗议，记当前迄个特征组迄个方月如哦。伊讲一个月内要甲阿扁个代志办好完，嗯，对无？啊，即马林义士个代志，伊是毋是用爱出来安尼讲？嗯，对无？啊，伊即马就无咧特征组啊啦。对，啊，无像因安尼，这绝对阿扁啊一点仔公平都无。咱我毋是讲替阿扁啊讲话，我是感觉讲伊比较倒霉啦。是，好，多谢你叶小姐，多谢你哈。啊，迄、那个月芳如今嘛无咧特征组啊，不过应该排一排，甲大家保证一下，我赞成你的看法。来，汤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大家好，你好。我讲这个案件吼，因为吼，我咧看是吼，这个集团啦，涵盖着这个司法单位啦，啊，无那有安尼办呢？吼、哦，办到变啊，干嘛咧办？唔是吧？我看是连司法都涵盖在内啊啦。台湾的悲哀啦，啊，无遐多啦，袂啦，较拍拼的，咱啊，搁同款有真侪好机会通去发展啦，吼，多谢，谢谢哈，来，咱进只广告，阿乖东啊，咱继续。